福来，苍山四野冰雪开。春至福来，碧波荡漾歌四海。春至福来，踔厉奋发百业兴。春至福来，笃行不怠向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西好野冠名播出的《壮美广西满园春》2022年广西广播电视台春节晚会。广西好野，山水之间，自然甄选。本次晚会还由港北新能源电动车产业集群以及关爱女性健康、守护家庭幸福的花红药业特别赞助播出。同时，广西三支文化携手供港出口欧美双标农特产品，一起同甘，恭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与你相遇，一起同甘。今天是农历虎年的大年初一，我们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学业进步，事业有成，如虎添翼。我祝愿每个家庭合家团圆，平安喜乐，丁财两旺，生龙活虎。祝城乡百姓安居乐业，和和美美，蒸蒸日上，虎虎生威。愿中华大地国泰民安，繁荣昌盛，民族复兴，虎跃龙腾。此时此刻，我们要感谢春节期间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特别是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同志们，感谢你们的付出，让我们过上一个平安吉祥年。你们辛苦了，祝你们新春快乐。此时此刻，我们在广西南宁与八桂儿女同欢，和世界华人共庆。每逢春节啊，咱们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闹新春。今天呢，咱们就集合到一块儿，给电视机前的观众送上一副对联。我来出上联哈：瑞雪迎春，五湖四海新气象。哎，那我的下联就是金虎送福，东南西北大联欢。我们的横批就是壮美广西。没错，这副对联也正呼应了本次晚会的主题。我们的镜头不仅在演播室里，也在广袤的八桂大地上。我们以壮美广西满园春为主题，荟萃广西东西南北中的非遗文化地标，为大家展现萧贺古道、瑰宝花山、碧海丝路、秦韵香梨、落月古风等历史文化魅力。过去的一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广西实现了十四五的良好开局。今晚我们将用丰富多彩的节目展现壮乡各族人民好日子千人唱万人贺，天天放在歌里过的幸福画卷。总结得太好了，新年到，吉祥到，八桂无处不风光。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欣赏我们虎味十足的节目。遍桑田，江河湖海连高山，血脉永相传。无数的英雄侠肝又一胆，铮铮铁骨赤子心，热情似火焰。炎黄的子孙矗立天地间，心如风燃如松，正气藏心田。你我正少年，志当存高远，一腔热血有担当，豪气冲云天。向前，守护美丽河山。
沧海变桑田，江河湖海连高山，血脉永相传。无数的英雄侠肝又一胆，铮铮铁骨赤子心，热情似火焰。炎黄的子孙矗立天地间，心如风战如风，正气藏心田。你我正少年，志当存高远，一腔热血有担当，豪气冲云天。亲爱的朋友们，春节好！我们国富民强组合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样样顺心，事事如意，买房买车年年有余，三年抱俩，来年继续，响应三胎依然富裕，虎年还能再挣一亿，合理纳税不要忘记。党不是你们怎么上来了？不是，我们听说呀，这儿有人发红包，特别特别大的红包，有美食，有香甜可口的美食。哎，有什么有啊？我看你们就是捣乱的，绝对没有。你们抢我词儿了，你们都抢你们师傅词儿了，这捧哏的词儿。嗯啊，这是去你的吧？没说呀，怎么还是这一套啊？我跟你们师傅商量了，今年让他多说一些话，多说一些祝福语。师傅。我们错了。哎，行了行了，不要跟小弟介意了啊，咱们再来一次。再来。亲爱的朋友们，祝大家样样顺心，事事如意。哎，师傅，本能反应。行了，我是看出来了，我今天啊没办法给大家送祝福了。哎，别着急啊，咱们改改词儿，启动第二套方案。对呀，第二套方案。不知道了吧？哎呦，不懂了吧？队长，打好了，走。亲爱的朋友们，祝大家家庭好，事业好，身体好，好上加好。原来你们是一伙的，我不演了，我。别着急呀。师傅，您别走呀，我们呀就是想跟您一块儿上春晚，给大伙儿拜个年，合个影，蹭个热度。女老师啊，他们私底下都跟我说了，都想跟你上春晚，这是他们的梦想啊。嗯，马老师啊，嗯，我不是不给他们上，不是，你看看这一个个长的，啊，你看这个瘦的，哎，长得跟白切鸡似的，哎，这个胖的啊，长得跟罗汉果差不多，哎。这一对啊，跟闹着玩一样。哎，这闹着玩像话吗？我怕观众不喜欢呀。师傅，没有啊，我觉得他们挺好啊。哎，你看看，相声演员讲究帅卖怪坏，啊，他们除了帅都有了。啊，这更不像话。行行行，这样啊，咱们抛开这个帅卖怪坏啊，说学逗唱，你们行吗？说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你等会儿吧，就你这一段，观众都会了啊！我问问你，咱们现在在哪儿？哪儿啊？广西呀，啊，对不对？你看咱们广西多么繁荣富裕啊，对不对？饮食文化就更加讲究了。是啊，很多小吃啊都走向国际了。哦，在咱们广西
要说咱们广西的美食，嗯，广西的美食就更加丰富了，光是水果就种类繁多呀，是吗？哎，有百色芒果、东兰板栗、富川脐橙、广西金桔、灵山荔枝、利福马蹄、南宁香蕉、梧州砂糖橘，真好，嘿、哎，长得就跟那橘子似的，怎么就跟橘子似的？瞧这身材啊，多汁多肉，哎。照你这么说、啊、就你这身材怎么呢？和我们广西蔬菜有一比。什么呀？合浦豆角。怎么豆角呢？干扁细长、哎、你要这么说啊，你这身材就是荔浦芋头啊，清塘莲藕，天阳番茄，平乐油茶，龙州八角，北海生蚝，东兴红薯，是青州辣椒，这么多。还有柠檬鸭、白切鸡、狗扣炒粉、鲜沙梨、生炸米粉、天罗宝、卤水鸭杂、卤肺鱼、卷冬粉、簸箕粉、猪脚粉、牛腩粉、桂林米粉、老友粉、绿粉、酸粉、河粉、猪粉、料粉、重阳笋，还有咱们广西的著名小吃，什么呀？螺蛳粉。好，合着我是乱炖。哎，要不说你那么胖呢？哎，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就是，人家是胖吗？那是肿。你这还不如他。行行行，刚才说的不错、嗯、但是啊，俗话说得好啊，说的没唱的好。欲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去心间，站立宫安门叫嚣房。好，我这行吧。但是啊，不符合今天主题呀。主题啊，哎，咱们现在啊是在广西春晚的舞台上。嗯，一看咱们广西开放包容、宜居康寿，多好啊！在咱们广西得唱山歌。哦，山歌呀！哎，告辞。哎，我就知道他不会。不是跑什么？不会呀，我会。师傅，我会呀。你来了哟。山里的女人哟，火辣辣哟。到，哎，我都快吐了都。你的是山歌吗？是山歌啊。什么山歌啊？山里的女人在唱歌吗？没听说过。我说的是广西的山歌。哦，广西的山歌。哎、嘿，山歌好比春江水。那边河，嘿嘿，那边河，这就对了嘛！噔噔噔噔噔噔，哦，什么地方有壁花嘞？粼粼华山。什么地方有瀑布嘞？通河的天。什么地方山形光嘞？什么地方家天下嘞？到、啊，呀呀呀，还抢是吧？啊？不是我们俩对山歌的，有你们什么事儿啊？哎、是啊，让师傅唱，你们抢什么呢？是啊，听着啊，嘿嘿，北海银滩山形光嘞，桂林山水甲天下嘞，呜、哦、嘿，哎，哎呀，成功！师傅，我们能上春晚吗？能、哎，不能还不一定。哎啊，不是，你看看啊，咱们广西春晚的舞台上，嗯、哎。怎么能少得了广西话呢？对不对？得原汁原味儿啊！广西话，哎，不行了吧？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哎，广西很好的，广西的发展年年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妹，我请你过来看，哦、高铁高速跑得快，乡村振兴大步迈。你不信呐、啊？你问阿公喂，阿公拿起了袋落中，竖起拇指笑哈哈。啊哈！往后还得干，共同富裕他不容易，脚踏实地是稳稳地，身材有道多赚人民币。啊哈！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迈出新步伐，彰显新担当，建设自信，壮美广西。啊哈！呜噜噜噜，干老了。亲爱的朋友，有机会来到广西，看一看这片胜地美丽的风景。广西人民欢迎你，热烈欢迎你。让我来教教你，说一两句壮语。欢迎欢迎就是昂嫂，昂嫂就是欢迎。忙得忙得就是你好，你好叫做忙得。
干捞干捞就是喝酒，喝酒就是干捞。土给土鳖土猫，就是那鸡鸭猪。土给土鳖土猫，就是那鸡鸭猪。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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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唱刘三姐的歌，跟我学一两句壮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壮话怎么说？怎么说？廖宋三贼卡路斯别。好，祝大家样样顺心，事事如意，虎年大吉。谢谢。不是，别走啊！我还是被他们给抢了。等我，等会儿。从古至今，众多文人墨客为广西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很多文物古迹也闪耀在八桂大地，见证着这片文化沃土的人杰地灵。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一位匠人精心为虎年打造了一面祈福铜鼓，听铜鼓声声穿越千年。侬到那边练刀。我叫韦吉珠，是第五代铜鼓铸造传承人。这个是我们壮族的老鼓，知道吗？快要过年了，我们要准备做一个铜鼓，有这个老虎的纹饰。我们壮族人崇拜这些铜鼓，每当有大的活动要做一面新的铜鼓来庆祝节日。在壮族民间传说中，布罗陀和老虎是兄弟，布罗陀管理人间，老虎则管理山林的鸟兽，因而老虎是山神的象征，受到壮族人民的敬畏。今年是虎年，我研究广西老铜鼓的老虎花纹，做这个五虎铜鼓，一方面是传承历史文化，另一方面虎又和福读音相近，是寓意五福临门，希望虎年大家长寿安宁，富贵德高，子孙满堂。虎年吉祥，行大运，发大财。在桂北新安，灵渠的水流淌千年，融合了中原文化和洛月文化，琴声悠悠，水声潺潺，演奏出穿越时空的交响。灵渠开通后，岭南地区通江达海，中外商贾纷至沓来，开启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盛世华章。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在八桂大地交汇，呈现多元共生、交融共进的文化面貌。
静，浪淘远，美丽的珍珠光彩鲜艳，回到了美丽的家乡河浦，请你随我一同畅游人间。南流江津天，千秋更替。五千年前，壮族先民就已经人工栽培出稻米，从此便与一粒小小的种子同欢共喜，生生不息。稻作民族安土重迁，更注重家庭的和睦与子孙繁衍，形成了天地人和谐共处的稻作文化，这也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之一。稻作文化的密码里镌刻着一个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2000年前，萧贺古道的开通，记录着中华文化融合和民族融合的辉煌篇章。南来北往的人们借助歇脚的古戏台，演绎着一幕幕人生百态，也留下了各自的乡愁。Thank you.
要欢乐最好系同歌唱，高声唱低声唱，一曲劲歌展身行，我祝君快乐幸运无疆，祝诸君山水共欢唱，同乐唱齐共唱，高歌令我心花放，炮响一声声，剑指一双双，高歌引蝶望，无限美好风光，情侣约会趁热闹一趟，歌心欢唱，会心欢唱，双双庆祝新春了似双枝郑，举杯庆贺，祝你快乐，各位新年旺上安康，充满华堂老友娘，听我唱，好花香，你好似风飞花蕊，究竟为谁忙？等我为你伴唱，高歌对酒正神唱。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春节期间的民俗活动多姿多彩，对山歌、包粽子、打油茶、赶坡会，年复一年，人们在浓浓的年味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八桂儿女，他们用艺术生动地体现这片民族文化沃土所赋予我们的精神和气质，举手投足间渗透着对这一方水土深深的眷恋。Bye!
正在收看的是由广西好野冠名播出的《壮美广西满园春》2022年广西广播电视台春节晚会，广西好野山水之间自然甄选。本次晚会还有港北新能源电动车产业集群，以及关爱女性健康、守护家庭幸福的花红药业特别赞助播出。同时，广西三吃文化携手供港出口欧美双标农特产品一起同甘，恭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与你相遇，一起同甘。岁月铭刻着奋斗的艰辛，时代印证着铿锵的脚步，八桂儿女用共同的理想信念凝心铸魂，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上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今天我们就来认识金秀瑶族自治县六段瑶寨里一位90后女孩汪云贵。她放弃城市里优越的工作，回到生养她的地方，带领父老乡亲闯出了一条致富路。哪个嘞？还冬妈那的红嘞？他他弟弟。汪云贵是一个90后姚家妹子，从小吃百家饭长大，大学毕业后在南京机场工作，收入可观，但怀揣着对故土的思念，他放弃大城市工作，回到瑶山深处创业。2018年，他依托当地古瑶寨风貌和优美的生态环境优势，发展乡村旅游，直接带动150多户、570多人吃上旅游饭，全村也于当年脱贫摘帽。去年，汪云贵也因此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成为广西唯一的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标兵。从年头忙到年尾，在2022年春节到来之际，汪云贵和乡亲们对来年又有什么新的打算、新想法呢？虎年就要来了，我已经准备好踏上新的征程，希望能够继续通过自己和乡亲们共同奋斗，虎虎生威，迎来更加红火的日子。在虎年新春到来之际，我们金秀六段瑶寨给全国父老乡亲们拜年，祝大家虎年大吉，新年快乐。Thank you.
本次晚会由万通药业和乐泰药业特别赞助播出，造好药为人民，万通药业，辉之甲任亮甲，乐泰亮甲。家乡的变化唱不尽，身边的幸福说不完。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海陆空立体交通建设突飞猛进，成绩喜人。如今背起行囊来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我们最洒脱的生活方式。是啊，畅游广西，看四季山清水秀，听各地嘹亮歌声，赏多彩民族风情，品八桂特色美食。来吧朋友们，让我们坐上高铁看广西。天满哦，在两国之间放一条扁担哦，在扁担上面不仅放的宽，白饭买的汗水，白饭买的努力，变成我的梦想转转转哦，换成我的周围不仅美景哦，千年花生的花在肩背哦，千年金黄葱的螺蛳粉，干碗螺蛳粉，刀削梅骨蒸鸡，得人的全场泼满山泉，花香走马灯不想过，唱山歌，敲起我的鼓子，打起我的锣，原来的都是客，抬头看前人种的树上岁月留下痕迹，总能开花结果。的都是广西美丽装箱风情，就在广西伴随这首歌曲，让我带你领略这一切，就好像千金老古对切，永远没心焦，把所有问题带你品尝，螺丝佬每天负责和我围着商量，大老师们一出以后装上高铁绿油金炭，画的像比赛还是才能玩，我的意在广西，新鲜空气用高分贝用说唱做生意，勇敢做自己，把缺点造珍贵，变得忧郁打开手机，选四点走机，城里旅游小分队，坐高铁最和风景适配，坐高铁最和你适配，欢迎你来到广西，带你领悟这片山水画，欢迎你来到广西，带你感受装箱瑰丽文化，欢迎你来到广西，既然来了我们就是一家，欢迎你乘坐高铁来广西，感受广西的文化，欢迎你来到广西，带你领悟这片山水画，欢迎你来到广西，带你感受装箱瑰丽文化，欢迎你来到广西，既然来了我们就是一家，欢迎你乘坐高铁来广西，感受广西，广西的美女他们就在广西歌，地震的真的不是花瓶，他们全都要强的都很努力，欢迎你来到广西，看山看水看风景，让你感受装箱的热情，永远都无法忘记，刘三姐的传闻你有可能听过，桀骜不驯的他代表广西精魄，歌仙子美玉那绝对不是说说，三月三到六号一起赛歌，广西永远欢迎你们到来，城门永远为你们敞开，广西永远欢迎你们到来，城门永远为你们敞开，山歌好比春江水，不用说唱传递广西的美，你将碧绿绿像是一片翡翠，装了高铁带你领略广西山水，桂林三六九零下天下都知道，螺蛳的香布满柳州城，南宁绿树成荫覆盖这座城市，最佳宜居城，北海天下第一滩，白吞古峡三两湾，想逃离世俗寻找宁静，带你去趟鱼不苗再玩，来到广西不需要见外，如今我们都有了好茶饭，太多的美丽不能一一描述，欢迎你们全来广西玩，欢迎你来到广西，带你领悟这片山水画，欢迎你来到广西，带你感受装箱瑰丽文化，欢迎你来到广西，既然来了我们就是一家，欢迎你乘坐高铁来广西，感受广西的文化，看广西不仅看到了好山好水好风光，更看到了风生水起的发展浪潮。2021年11月，中国和东盟上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今年1月 RCEP 正式生效，给广西扩大开放合作带来历史性机遇，壮乡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与东盟命运与共，共建家园，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共建和平家园、安宁家园、繁荣家园、美丽家园、友好家园。
往来。小小孩迎亲来，踏歌的脚步多欢快，小露珠呀映世界，纯真的笑容多可爱。小脚丫快快来，拍拍手啊多欢快，叶呀结呀花儿开，我们的家园我们爱。我们歌唱像两根山水，闪烁满天很精彩，满天精彩。梦来梦来梦来，小小孩起来，踏歌的脚步多欢快，小露珠呀映世界，纯真的笑容多可爱。小脚丫快快来，拍拍手啊多欢快，叶呀结呀花儿开，我们的家愿我们爱，我们约会远方的精彩，我们放飞梦想和期待，我们是希望的小星星啊，星光灿烂放眼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壮美广西满园春》2022年广西广播电视台春节晚会。本次晚会由万通药业和乐泰药业特别赞助播出。造好药为人民，万通药业，徽之甲任亮甲，乐泰亮甲。一个小小孩拥抱大未来，一声温馨语，一曲心相融，奏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人交响。当前抗疫防疫仍然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各条战线不断涌现出最美逆行者，他们冲锋在前，用力量传递力量，以生命点燃生命，构筑起一道道健康和生命的防线，汇聚起人间有大爱的磅礴力量。在我们阖家团圆共庆新春的时刻，在我们广西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白衣执甲守护国门，白衣执甲守护国门，我们在边境口岸防疫一线给全国人民拜年了，祝大家虎年吉祥，身体健康，阖家幸福。Thank you.
枝头桃花红，陌上杨柳绿。一声布谷啼，春风十万里。徜徉在绿水青山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过着富足而充盈的生活，享受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从城市到乡村，八桂儿女分享着奋斗光荣、劳动致富的喜悦，人们发自肺腑地歌颂自己的家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到幸福村看看村里的幸福事。喂喂，幸福村的各位村民，为加强乡风文明建设，进一步提高我们村群众道德素养，积极营造崇德向善、互相帮助的浓厚氛围，我们推行的村级道德超市激励活动得到了各位村民的强烈反响，促进了村风民风持续向好、向善、主任向美的良好。主任，哎，主任啊，吴叔，你怎么来了？我要给你反映问题。啊，什么问题啊？有人想诬陷我。谁呀？还能有谁？就我那个邻居杨德义。哦，你说的是杨叔啊？哦，他怎么了？他，我们不是那个道德评分吗？今天打分，然后大家都看到了，在他们家门口有一泡鸡屎，结果呢，他就诬陷我说是我们家的鸡跑到他们家门口去拨拉的。那是你们家的鸡拉的吗？不是啊，是你拉的。你再说一遍。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啊？啊，主任啊，你看这个人，恶人先告状啊，来这里跟主任举报我啊。哎呀，杨叔，吴叔他只是反映了一些问题。反映什么？反映什么？还不是想反映我的问题？我就是想反映你的问题。你有问题，我就要反映你的问题。你没有问题，我就要创造问题反映你。我反映呢？你什么意思啊？啊？他们没有问题，是创造问题反映我。哦，我知道啊，哈，吴英勇，你这是嫉妒我？我嫉妒我怎么被评上了文明家庭？我嫉妒你。嗯。哎呦，快来看哦，这个时候我嫉妒他哦，我嫉妒你，我嫉妒你跟。说脏话不文明，是什么呢？我嫉妒你个什么呢？是脏话吗？我不是，嗯，不对，刚才你不是这么说的。我怎么说？主任，刚才他这样说，我嫉妒你个。说完扣分，说完是什么呢？两位，这邻里和谐啊，也是我们这次评分的一项内容。哎呦，主任呐、啊，这样还和谐啊？啊，这样的邻里啊，还和谐得了吗？啊？他那鸡啊，早早的就到我家门口随地大小便。哟呵，你放开心，我们家的鸡干不出这个事情来。还干不出？你们家的鸡跟你一样啊，就住得离我家近啊。你说我这人平常呢，我就很注重这些方面的，是吧？早上起来我就该扫地的扫地，是吧？见到邻居们我也热情打招呼，目的啊就是想在那个评分的时候啊，道德评分的时候，哎呦，得换那个两瓶酒啊那种。不是，我是说我得向着文明发展，懂吗？没想到一开门，哎呦，我就看到一泡鸡屎在我家门口。哎呀，死就死在这个鸡屎上了啊！我死就死在那个鸡身上了，怎么了？我倒霉就倒霉，在那个鸡粪上了。还说不是你，你说完了没有？你说完了没有？我忍你很久了，我跟你说。吴叔啊，你先别着急，来来来，坐，有话好好说嘛。来，你坐。我着急了吗？我着急了吗？我对谁说话都是细声细气，唯独对这个野辈的人，我懒得理他。我就问你一句，你凭什么说是我们家的鸡到你家门口拉的？凭什么？不到黄河心不死，是吧？呀，挡住！哎，来来来，来看。啊！哎呀，杨叔，
你这怎么还打包出来了呀？那么大的一坨鸡饭，那么大的一坨，哎呀，可以哦啊，这就是证据，懂没有？证据得，主任，来，既然他说他拿来的是证据，我觉得我很有必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的确，我们家是养了十只鸡，哎，听到没有？十只鸡，但是还有蛋。都是刚刚出壳才几天的鸡苗，鸡宝宝一丢丢，怎么可能能博得那么一大包东西？用领导在，他们家还有几只大公鸡，大公鸡，那城里人来我们村玩，哎呦，山清水秀我们村，然后完了以后又看到土鸡土鸭又好想买，那我们就卖完了，所以我们才另外进货进一批鸡苗回来。小小的鸡苗怎么可能下的那么大一泡东西啊？这里把你脑子想一想啊，不可能。我看你是误会人家吴叔了吧。对喽，那说不定，哎，说不定嘞，说不定是他们家那帮鸡苗啊集体的就到了我家门口那里背对背在那里，也有可能的。俗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群鸡拉北一大泡。哎呦，他们家的鸡跟他一样，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那主任，你评理啊，你来评一下理啊。他说出这种话来，谁信？多荒唐！谁不信？啊？杨叔，我猜你是想获得道德积分吧？那肯定，不是这么想的啊！我是想，我也得向文明发展嘛，你知道吗？是这个我呢，就以前喝了点酒，是吧？也有人批评我喝完酒以后呢，骂出口话不好，不文明，又挨扣分，所以我就改了。后来给村里面那帮十几个老娘们，这个妇女们取外号。也是不文明，我也改了嘛，是吧？那现在我是照顾孤寡老人啊，然后呢，村里面搞这个乡村振兴，我就把村里面那个院子啊，哎，腾出来给他们做停车场。抗疫情，我也报名了做志愿者，是吧？我就想好一点，然后呢，道德评分这些呢，得多加点分，然后呢，就得两瓶酒。那个得多加点分，然后呢提高自己的素质，你说没想到，杨叔啊，我们搞的这个道德超市、道德积分，不是为了换那一两瓶酒，我们更多的是要弘扬我们的传统美德，养成良好的习惯，培育这个文明乡风为目标，把真正的美德啊变成自觉习惯。听到没有？啊，听到没有？主任说的多好，简直就是对我的评语。我就是那么做的。主任啊，你看从他的种种那种怪异那种行动，你就感觉出来了吧？他有目的。这个人呢，嫉妒我，嫉妒我。我嫉妒你。哎呦，嫉妒我。你嫉妒我，我告诉你，我是谁呀？改革开放以后啊，我搞这个果树林，我是我们村头一个万元户，跟我比呗，嫉妒呗，有用吗？啊，然后后来那个脱贫攻坚，我带领周边几个村的村民呐、啊，这个脱贫户啊，那贫困户全部脱贫完，跟我比呗，啊，后面啊那个政府给我颁发奖牌，群众给我送锦旗。比呗，嫉妒我？你拿什么跟我比？比呀，你怎么的？说比什么？我怕你啊！我儿子现在三胎了，你儿子才两胎，你跟我比呗？这比呀！我回去我跟我老婆自己生，我生够三个得啦，就你这样的，我怕你一样，怕你。好了，二位，你们两个的事儿啊，我是从小就听到大，你们俩啊吵吵闹闹，欢喜冤家。你看啊，现在呢是邻居，小时候又是同学同桌，以前呢还一起留过级，对。
对吧？这本来呢我是不留级的啊，后来抄他那个考试的试卷，然后就分数都一样，就一起逼不了就留级了。你幸亏抄我的哟，要不然你留得更惨，我跟你说。哟，我白抄了吗？每次抄完一些作业啊，什么考试题，我都给你两个红薯。你以为我喜欢吃那个红薯啊？我是饿的，没办法。但我没白吃啊，最后你吃完以后在教室里面尾气排放浓度超标，哎，老师赶出来。好歹我们家还有点红薯，你们家穷的连红薯都没有。我愿意穷啊，真是的。是啊。那个时候啊，我们村的人都穷。穷这个事情是之前的哈啊，后面的政策好了，我想扩大规模啊，对不对？我想种点果树啊什么的，最后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有钱买那个果树苗、化肥。哟，当时急的我哟，急的呀。后来呢，我就把我老婆卖了，哎，把我老婆买养的那猪卖了，哎呀，钱都给你了，发展去了。那你最后你小孩考上大学，我不是给了30000块钱啊？有，后来我小孩读完大学回来，结婚了以后，哎，我儿媳妇还把她的闺蜜介绍给你儿子，要不你还有孙子啊？现在，那么说，我还得谢谢你不？你看着办。谢谢我，不用，谢谢，不用，厉害，好了好了，你们俩呀，这邻里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要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啊，是可以符合这个道德积分评定标准的。要是你们两个人都获得了这个好邻居的光荣称号，两个人呐都能加分。你看，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和和睦睦的，这才是我们幸福村的幸福事啊。哎呀，你看以前呢我们就愁吃愁穿，现在日子好了是吧，搞得乡村振兴是吧，那什么赌钱啊、喝酒啊、闹事啊、打架啊、小偷小摸、吸毒，这些那种坏毛病啊、坏现象都没有了，没有了。哎呀，那我们现在那就应该好好享受生活啊。是啊。那杨叔，哎，你啊，那个，两位叔，要是你们真的觉得这嗓子不舒服呢，我们就一起啊去做个检查。这该隔离的还是要隔离的。没事没事，我没事啊。老吴你没事吧？没事，你都没事。老吴啊，不好意思啊，哎，我刚才我这个脾气比较急，哎呀，那个刀子嘴豆腐心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不是，刚才的事你就不要跟我计较了。你这样一说，搞得我很小气一样。这就对了嘛。哎，等来吃颗糖。来吃糖。哎呀，来吃糖吃啊。有巧克力哦。巧克力。哎，你看，爱吃这种啊。放你口袋里面都捂得那么扁的，融完了。很甜呢。哎呦，跟鸡屎一样。巧克力味，巧克力味，肯定是你从口袋里面自己糖掉出来啦。掉出来以后呢，你太阳一晒就融化了。不可能啊！这糖就那么几颗，我就是掰了一颗给我孙子吃而已啊。那就对了，今天上午你孙子到我们家去玩，完以后我看他嘴巴脏脏的，我还帮他擦，肯定是吃糖了。哎，你掰完以后，你孙子咬了一口，不老掉地上，鸡屎。哎呀，误会了，误会了！你看，我说呢，就是。哎呀，这真是的，不好意思啊。你说这个孙子，他真是。我孙子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赶紧去跟他们说，免得我又来扣分。赶紧了，赶紧，对。主任啦，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啊。回去吧。你家的粽子也该煮好了。就是啊。哎，我煮粽子你都懂。哎呦，你老婆一大早的喊我老婆去帮忙。等。主任，等下吃粽子啊。哎，叔，你就喜欢吃我们家的。这就是我们幸福村的幸福事。
千里水中采摘芳芜。秋风拨动片片金色的稻谷，我们告别低矮的老房子，把一杆杆喜悦跳进了心屋。高铁穿梭中享受飞速，无际浪潮走向优美的音符。你把我们领上世界舞台，那一个个梦想变成耀眼的明珠。甜蜜的日子，满满的幸福，你带领我们勤劳致富。火红的小康，满满的幸福，崭新的百年，我们胸有成竹。甜美的生活，满满的幸福，多少心里话要向你倾诉。跟着你奔跑，满满的幸福，磅礴的力量开辟复兴之路。青山绿水中采摘芳芜，秋风拨动片片金色的稻谷，我们告别低矮的老房子，把一杆杆喜悦跳进了心屋。在高铁穿梭中享受飞速，无际浪潮走向优美的音符。你把我们领上世界舞台，那一个个梦想变成耀眼的明珠。甜蜜的日子，满满的幸福，你带领我们勤劳致富。火红的小康，满满的幸福，崭新的百年，我们胸有成竹。甜蜜的生活，满满的幸福，多少心里话要向你倾诉。跟着你奔跑，满满的幸福，磅礴的力量开辟复兴之路。甜蜜的日子，满满的幸福，你带领我们勤劳致富。火红的小康，满满的幸福，崭新的百年，我们胸有成竹。甜蜜的生活，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我们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虎年新春之际啊，南宁市的望仙坡社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新年同乐会，各民族的同胞欢聚一堂，像一家人一样啊，欢欢喜喜过大年。2022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大家齐聚广西南宁望仙坡社区，共享年味儿。望仙坡社区汇聚了壮、维、侗、瑶族的少数民族居民，成为了民族团结的典型社区。2021年11月，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与少数民族代表阿斯古丽一起在社区种下了一株象征民族团结的石榴树。早期我南宁开餐饮店的时候遇到了不少的麻烦，
这个时候网线部设计的工作人员得到了这个小时，他们过来帮助我，也鼓励我。现在店里越来越好了，现在我网线部设计的工作人员一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网线部社区的各族同胞相互尊重，相互团结，相互帮助，那么话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融合成一个大家庭，弘扬着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主旋律。今天望仙坡社区各族同胞欢聚一堂，为大家准备一桌别具民族特色的年夜饭。今天是春节，然后我们这个维吾尔族的话，三句三面离不开烤羊腿的，每个节日重要场合的时候，手抓饭是离不开的。祝全国各族同胞新年快乐！放光华，吉祥！大红喜字大金福字贴满千万家，喜庆！兴高采烈走上台前，给大家拜年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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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阿公阿婆阿叔阿婶阿哥阿嫂，祝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大哥大嫂，大喜大利大福大贵大人小孩，虎年发发发，你们发发发！小小的甘蔗有这么神奇吗？当然啦，前阵子有各位大家来到我们村，我听说把青山绿水保护好可是需要大学问的，学好了就是科学家，还能当院士呢。是是是啊，那你可得多读书哟。
撞香好好撞香，撞香又有新模样，看今朝咱们撸起袖子赶走贫困，摘了帽，团结齐心，遏制疫情，坚守国门传捷报。时代早逝，中华辽阔，疆域的尽头。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西好野冠名播出的《壮美广西满园春》2022年广西广播电视台春节晚会，广西好野山水之间自然甄选。本次晚会还由港北新能源电动车产业集群以及关爱女性健康、守护家庭幸福的花红药业特别赞助播出。同时，广西三智文化携手供港出口欧美双标农特产品一起同甘，恭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与你相遇，一起同甘。举世瞩目的第24届冬季奥运会2月4号就要在北京隆重开幕了。我们广西有8名冬季运动项目运动员通过选拔成为北京冬奥会相关项目的技术官员，他们将利用专业技能特长在冬奥赛场上为多个项目提供保障和服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为北京冬奥会贡献广西力量的运动员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赛在即，全国进入冬奥时间，目前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中。据自治区体育局介绍，黄从森、马宇森、秦龙恩、邱习阳、钟华超、罗明秀、李秋荣、王一婷等8名广西冬季运动项目运动员通过选拔成为北京冬奥会相关项目的技术官员。在接下来的冬奥会赛程里，他们将利用专业技能和特长在冬奥赛场为单板自由式项目、跳台、滑雪等项目提供保障和服务。对于首次以技术官员身份参与奥运会的他们来说，这次冬奥会之旅让他们十分期待。我现在的位置是崇礼云顶滑雪公园，我已经完成了报到注册。此次冬奥会我的工作是试滑员，项目是单板滑雪后面障碍技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到奥运会的比赛中，此次冬奥会我主要负责的项目是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期待冬奥会的到来，为冬奥会贡献广西力量。这次北京冬奥会我有幸担任了跳台滑雪项目的技术官员，我感觉到既兴奋又激动。虽然不能上场比赛，但这次北京冬奥会的参与也是为我们广西夏季大赛聚集经验，为广西冰雪累积能量。我们将全力助力冬奥健儿们，希望中国队勇夺冠军。冬奥会加油。虽然不能回到家乡过年，但是我的心和家乡人是连在一起的，相约冬奥，一起向未来。新的一年祝广西的家乡父老万事如意，阖家欢乐。祝广西父老乡亲万事如意，阖家欢乐。
本次晚会由万通药业和乐泰药业特别赞助播出，造好药为人民，万通药业，辉之甲任亮甲，乐泰亮甲。征途如虹，责任在肩，追梦征程中，青年一代不仅是时代的见证者，更是时代的建设者。坚定信念，汲取力量，成长道路上，青年一代不惧风雨，不畏艰险，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下面我们以青春之名，一起向未来。长大了，我要当一名舞蹈家，在灯光与音乐的映衬下，我翩翩起舞，那该有多美丽呀！长大了，我要当一名画家，用小小的画笔描绘出祖国大地的五彩斑斓。长大了，我要当一名宇航员，像天宫课堂的叔叔阿姨一样，向大家展示宇宙无穷的魅力。长大了，我要当一名医生，与许许多多白衣天使一起去打败病毒。长大了，我要当运动员，强身健体，奔驰在赛道上，为祖国添光彩。长大了，我要当一名音乐家，拨动我心爱的琴弦，让动听的音符随风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Thank you.
相信，有梦想，再渺小，也会发光。是壮美广西的底色，山清水秀生态美是广西的金字招牌。金不换的生态优势是大自然对壮乡的丰厚馈赠，需要一代又一代人视若珍宝，悉心守护。让我们来认识一位工作在生态环保一线的全国最美公务员焦延雄。好不好？好。老婆，工作忙，暂时回不去。我是焦延雄，一年来工作中有很多收获，也有很多孤独、失落和遗憾。也曾自己问自己，这样的工作是自己想要的吗？答案是肯定的。过年期间，我们还是要对绿色矿山加大这个巡查力度，杜绝这个绿色矿山污染这个反弹的问题。因为努力的工作，让我看到自己所管辖区生态环境肉眼可见的变化，山绿了，水清了，空气更加清新了，群众的诉求得到了及时的回应，期盼得到了实现。
这应该是所谓工作带来的成就感，付出终将有收获。这一年过得很累，但也很踏实。这种踏实就是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向往的需求。幸福就是天蓝、山青、水绿，绕绿色的旋律，环绕每一个生命。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向坚守在岗位的劳动者拜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虎年大吉。处是瑰丽，天天有个海，五谷丰登粮满仓，国泰民安乐开怀。乡乡长寿乡，宅宅平安宅，南疆绿洲扬天下，八桂大地放光彩。你呀像妹子最可爱，永远跟大走，初心永不改，民族团结一家亲，暮色今晨传万代，雄心创威严，时光不我待，担当是感慨心志，一带一路绽风采。你呀
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一胸中景象。千秋文业，为了世代华章，前赴后继铸就辉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山高水长，过去的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提出四个新的总要求。广西与全国各族人民携手共进，在共筑中国梦的激扬岁月中，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书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心、创造之力、发展之果。迈入2022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
我们将紧紧围绕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一加一加四加三加 N 的目标任务体系，下大力气推进三大振兴，深挖三大潜力，坚守三条底线，奋力建设繁荣富裕、团结和谐、开放包容、文明法治、宜居康寿的壮美广西。新起点、新阶段、新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领袖嘱托，勇担历史使命，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以昂扬姿态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壮美广西满园春，2022年广西广播电视台春节晚会到这里就要圆满结束了。再次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我们明年再见。再见。